结婚前。新奶妈，糖，再续一会儿啊！我做好饭叫你啊。你给我弄那个，我想喝豆浆。好。加点豆浆喝。好。再煮一个鸡蛋。好。好了，叫你啊。我要没睡醒，你别喊我了啊！等我睡醒了再喊我啊。好，睡醒了，完到时候我给一个人吃就行了。婚后第一年。这不打直得劲儿吗？还是还拼的翻过翻过又没了翻。你还得懒多长时间？再懒会儿。还睡个回笼觉啊？哎呀，老公。这都躺多半天了，赶紧起来做饭，我饿了。哎呀，快点儿呢。哎呀，我饿了，我就吃，我就喝豆浆。哎呀，喝什么豆浆？做什么吃什么吧。啊，挑三拣四。那给我煮个鸡蛋吧。火。快点啊！哎，我要没醒的话，你先别叫我啊。那等一会儿吃吧。啊，我起来。婚后第三年。哎呀，你坐就坐呀，还叫我干什么？你赶紧去坐坐坐！我告诉你一声，坐好叫我。我一看我要睡着了，就别叫我。想吃啥呀？啊？想吃啥呀？哎呀，你给我，哎呀，我也不知想吃点啥，给我煎个鸡蛋。啊。把那个三文鱼子给我煎一煎。好。完，弄点粥。还吃啥呀？弄点小青菜，需要凉菜。好。你睡一会儿吧，我做饭去了啊。弄好了叫你啊。我要睡着，别叫我。我要睡着了，别叫我啊。好。那不凉了吗？哎呀，到时候你不会给我热呀？啊？